会议正式开始。台南市议会第二届第四次定期大会，大会开始，全体肃立。主席就位。唱国歌。向国旗暨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主席请复位，全体人员请就座，主席致辞。台南市政府赖市长、李秘书长、各局处所长及主管，我们新闻媒体辛苦的媒体好朋友，本会国父议长及各位同仁，电视机前我们台南市启民乡亲，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台南市议会第二届第四次定期大会的开幕，承蒙赖市长率领着市府各局处所长及主管的列席，并承蒙新闻媒体好朋友例会的采访，仅代表台南市议会同仁向各位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与谢意。本次定期大会需依据地方制度法第34条第一项规定召开，会期70天，进行市长施政总报告及市府各局处业务报告及执行，市政总执行审议106年度地方总预算暨附属单位预算，及审议市府各项提案及本会议员提案等。那我们的为了议事透明公开化，感谢我们新闻媒体的报道之外，我们也有为我们三冠王还有双子星、新永安、蓝天等有线电视公司，在开幕及议员总质询及我们的三读会都全程的现场转播。同时我们也透过我们的资讯室有YouTube 的网络转播，以及透过我们新闻媒体在网络的搜寻，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议事状况。最后，我们祝大会顺利圆满成功，各位身体健康，精神愉快，谢谢大家。向大会报告，今天我们请假的市府官员有我们都市发展局局长吴勋修，因为参加行政院台南及云林农民之家设施环境总体营造中程计划请协助事项会议，由我们的
副局长庄德良副局长代理，有我们文化局叶泽山局长，因为要参加行政院为了我们的沙仑影视基地规划会议，由主任秘书林伟旭主秘来代理。以上是我们台南市政府请假人员。接着我们来进行程序委员会审定结果的报告，这内容包括我们的议事日程表。现在我们请议事组宣读。请各位议员翻阅白色这本第二届第四次定期大会第三次程序委员会审定结果报告。审定结果一，第二届第四次定期大会议事日程表草案，10月18日星期二第一次会，一报到，二开幕，三程序委员会审定结果报告含议事日程表，四三读议案第一读会，五市长施政总报告，六上次大会决议案执行情形报告，七报告事项，八审议各项提案。10月19日星期三第二次会，全日民政部门业务报告及质询，秘书处、人事处、政风处、法制处研考会、民族事务委员会。10月10日星期四第三次会，全日民政部门业务报告及质询，劳工局、社会局。10月11日星期五第四次会，全日民政部门业务报告及质询，民政局各区公所。10月22日、10月13日例假，瓜湖停会。10月24日星期一第五次会，全日财经部门业务报告及质询，财税局主计处。10月25日星期二第六次会，10月16日星期三第七次会，全日教育部门业务报告及质询，教育局。10月17日星期四第八次会，全日教育部门业务报告及质询，文化局、新闻及国际关系处。10月18日星期五第九次会，全日建设部门业务报告及质询，经济发展局、农业局。10月29日、10月30日例假，瓜湖停会。10月31日星期第十次会，全日建设部门业务报告及质询，卫生局、环境保护局。11月1日星期二第十一次会，全日保安部门业务报告及质询，警察局、消防局。11月2日星期三第十二次会，全日保安部门业务报告及质询，交通局、观光旅游局。11月3日星期四第十三次会，全日公务部门业务报告及质询，公务局、水利局。11月4日星期五第十四次会，全日公务部门业务报告及质询，地震局、都市发展局。11月5日、11月6日例假，瓜湖停会。11月7日星期一上午，湿地化设影响评估专案报告。下午，一各委员会审查议案，二收集议案资料。11月8日星期二上午，一各委员会审查议案，二收集议案资料。下午，一听取106年度地方总预算及附属单位预算编制情形。二联席审查106年度地方总预算及附属单位预算案。10月9日星期三至11月11日星期五上午，一各委会审查议案，二收集议案资料。下午，联席审查106年度地方总预算及附属单位预算案。11月12日、11月13日例假，瓜湖停会。11月14日星期一至11月18日星期五上午，一各委会审查议案，二收集议案资料。下午，联席审查106年度地方总预算及附属单位预算案。11月19日、11月20日例假，瓜湖停会。11月21日星期五第十五次会，10月23日星期三第十七次会。上午，市政总质询。下午，联席审查106年度地方总预算及附属单位预算案。11月24日星期四第十八次会，上午市政总质询。下午，一各委会审查议案，二收集议案资料。11月25日星期五第十九次会，上午市政总质询。下午，联席审查106年度地方总预算及附属单位预算案。11月26日、11月27日例假，瓜湖停会。11月28日星期一第二十次会，至12月1日星期四第二十三次会，上午市政总质询。下午，联席审查106年度地方总预算及附属单位预算案。
12月2日星期五第24次会，上午市政总咨询，下午一三读议案第一读会，二审议各项提案，三报告事项，四联席审查106年度地方总预算及附属单位预算案。12月3日、12月4日例假刮胡停会，10月5日星期第25次会，至12月9日星期五第29次会。上午市政总咨询，下午联席审查106年度地方总预算及附属单位预算案。12月10日、12月11日例假刮胡停会，12月12日星期第30次会。上午市政总咨询，下午联席审查106年度地方总预算及附属单位预算案。12月13日星期二第31次会，12月14日第星期三第32次会。上午市政总咨询，下午一各委员会审查议案，二收集议案资料。12月15日星期四第33次会，12月16日星期五第34次会。上午市政总咨询函之由发言，下午一各委会审查议案，二收集议案资料。12月17日、12月18日例假刮胡停会，12月19日星期一第35次会，12月20日星期二第36次会。上午市政总咨询自由发言，下午一各委会审查议案，二收集议案资料。12月21日星期三全日一各委会审查议案，二收集议案资料。12月22日星期四一收集议案资料，二议案资料会诊。12月23日星期五第37次会，一三读议案第23读会，二审议各项提案，三报告事项，四临时动议。12月24日、12月25日例假刮胡停会，12月26日星期一第38次会，一三读议案第23读会，二审议各项提案，三报告事项，四临时动议，五闭会。备注：一、本次大会期间至105年10月18日至12月16日，共计70日，除105年10月18日、12月2日下午及12月23日、26日之议程，需经过半数议员出席。10月8日至12月12日等日，下午有关联席审查106年度地方总预算之议程，需经半数以上议员出席。其余会议日期之议程，经三人以上签到，即可由会议主席宣布开会。二、开会会场、议事厅、大会总咨询、业务咨询、专案报告、各委会联席审查议案。二、各委会审查议案地点，由委员会以简讯通知各议员，并于本会网站公告。三、委员会审查议案部分，由各委员会制定开会时间，议员提案请于各委员会审查议案5日前，先向各委员会提出一例汇编审查。请再翻回审定结果报告第一页。审定结果二：各项提案共计19案，一三读议案5案，法规3案，会务一案，财经一案，提请大会审议。二、市府提案，民政5案，教育4案，保安2案，公务3案，计14案，提请大会审议。二、列入议程之提案，请议员参考书面资料。以上报告。好的，议事组已将我们程序委员会审定的结果报告，包括我们的议事日程表宣读完毕。本次定期会的会期共计70日。对于本案，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异议？蔡议会议员，请。主席，我是安尼建议吼，咱零二零六善款，诶，咱市政府执行未完毕吼，这个、中间对下大众媒体的揭发，咱用的校舍，达到16点，大概3亿。那么咱伫这维安大楼，咱市政府叠一块地，那么多谢讲大众媒体的报道，那各议员的监督，让市政府能够从善如流。啊，这个善款不用的在学校，我想这议员是要给市政府肯定，也让符合大众的期望。善款不用的学校，可是善款为了，咱市政府3个月一改会，这个时差了，以为得到了资讯，不哩开会中间根本没有资讯，
我建议在11月8日审查预算头前，当天早上，我们邀请市政府来上馆专案报告，予议员知影咱村的善款到底怎么用，这是我的建议了哈。好，蔡英文议员的意见是说，将我们的议事日程表的11月8日上午我们各委员会审查异议及收集议案资料这个议程，修改为赈灾款的使用专案执行报告，是这样吗？好，我们请问我们议场其他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那这样子的话，大家没有意见，我们就把11月8日早上的议程修改为赈灾款使用专案执行报告，其余就照我们程序委员会审定的议程这样来通过，没有异议哈。好，通过。接着，我们本次定期会一共有提案19件，包括5件三读案、3件是法规案、1件会务案以及1件财经预算案。市府一般提案有民政5案、教育4案、保安2案、公务3案。除了我们的法规1、2、3号案、会务1号案。及财经1号案稍后进行第一读会，其他议案多交付各委员会来审查。各位同仁同意吗？来，蔡英文议员。我认为公务小组这个建筑管理自治条例修正的不够完备，如果贸然送小组审查，我认为不妥当。刚刚讲的是讲，咱始终要放宽。几楼几楼建筑的时候，都没有面积的限制，只用几楼做标准。那这样的话，我认为如果定这个条例不够完备，应该退回让公务小组再重新拟定。一个1万平6楼的，交500平6楼的，赶快放宽的期限，赶快一样。你认为这样够妥当？当然，我是我的建议啦，吼。我认为公务局应该去修订有较完善。你敢看21、22条，拢用老做标准，无咧看面积的啦。同样关规个会规个会，那我认为这个事实上，你讲安立法太过粗糙，不够严谨啦。我认为这个案不应该上入小组审议啦，这是我的建议啦，吼。好，你退之言情，主席。有关刚刚蔡玉辉议员的这个发言是有程序上的问题的，因为蔡玉辉议员本身也是程序委员，在程序委员审查这个提案的时候，程序委员已经做出审定结果，就是送大会，然后而且在这边，那今天当初在程序委员的时候，蔡玉辉议员并没有反对的意见，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就照这样的过程来送交审议？谢谢。好的，谢谢我们。我们李退之议员跟蔡英文议员的意见表达，我想我们现在是将我们程序委员会所审定已经通过的议案，我们送交大会，提交给议员同仁共同来。好，你等一下，我说完啊，你也让我说完，再请你补充哈。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蔡英文议员？我们这一个案子。我们就交由法规委员会来审查。我想我们各位议员已经有听到蔡英文议员他个人的看法跟见解，那也请我们公务局这一边能够是不是听了我们蔡英文议员的这个意见之后，在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大家在各方面的资讯怎么样能够更完备然后让整个的审议过程之后，在我们再来大会的时候再一起讨论，征询蔡英文议员，将这个案子我们就交由法规委员会来审议。好，请蔡英文议员发言。主席，我尊重大会的决议哈，我是议员，是大会议员，我嘛程序委员会委员，我甲程序委员会职责，我互人做参考哈，我反驳李退之咧讲的。咱程序委员会职责，
关于大会议事日程之审定事项；二、关于各项提案的程序是否完备，内容是否符合大会审查之职责；第三、合并事项有出席有对不对；第四、其他事项，咱程序委提出来符合这要件，我这程序委会当敢反对袂啦？我台湾议员我当伫台湾讲啊，不完备我当借这个机会讲吧。哦，我认为大家互相尊重，莫讲只将对某一个议员做个那个要做咱市委打手，我认为法院去读一下，甚至后来议员讲辞掉总执行，咱李退出议员讲总执行辞掉，唔免接受议员执行，我讲伊读博士。现在，蔡议员，我们现在就针对我们这个议案来讨论啦，哈。好，我想我们这样子，蔡议员的意见你有已经表达哦。那我们现在就将我们的这些议案，我们交付各委员会审查。那我们希望在审查的过程，蔡议会也可以，议员也可以到那个审查会来表达你的意见，哈。好，那没有异议，我们就通过。接着，我们进行三读议案第一读会。本次的三读议案一共有五案：法规一二三号案、会务一号案及财经一号案。现在，请议事组逐案宣读。法规一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公务局。案由修正台南市营建工程剩余土石方处理及资源堆置处理厂设置管理自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17、18、21、22、25、27及35条，敬请审议。好，各位同仁，本案我们交付法规委员会审查，有没有异议？好，通过。法规二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教育局。案由有关台南市社区大学发展自治条例第一条、第四条、第四条之一修正草案，敬请审议。我们一样将本案交由法规委员会来审查，各位同仁同意吗？好，通过。法规三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公务局。案由台南市建筑管理自治条例第21条、23条等条文修正草案，敬请审议。好，本案一样将由我们法规委员会来审查，各位同仁没有异议，我们通过了。会务一提案人赖议长美惠。案由修正台南市议会组织自治条例第7条、第10条、第31条草案，敬请审议。好，我们本案交付法规委员会来审查，各位同仁有没有异议？好，通过。财经一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案由本市106年度地方总预算案及地方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业经编制完竣，敬请审议。好的，我们本案就交付我们的联席审查，各位同仁有没有异议？好，通过。刚刚以上我们议事组所宣读的五案三读议案已经完成一读，接着我们就来进行市长施政总报告，我们请赖清德市长。好，陈朝来言请。开会的目的是要有结论，议会造成的结论，市政府一意孤行。咱已经接到两项关系人民的，一个就是房屋税105年增加54%，然后又追回到90年都生效。所有的县市只有台南市这样做，是台南市第一名这样做，他认为是不这样做是违法。那陈菊啊，违法吗？林佳龙也违法吗？桃园市议会提出来，他的副市长就当面回答议会，我不像台南市这样，你放心，
然后我们大会做成决议，回了一个文说他已经公告了不理不睬。第二件，我们城乡差距一直在落差，一直拉得很远，南花生物科技园区的国际蓝展大会一面倒，决议一定要回到货币我们的欧球拿南花科技生物园区来举办，但是洋洋洒洒农业局写了 三大章不理不睬，写了什么？影响交通，影响住宿，影响观光，所以要来南胖班。南花国际生物展，南花展已经是办了13年，从30几万到赖市长变成10几万，30几万都没有闲，没有停车位，剩下10几万还在填闲，没有停车位，表示非常无能。这两件事情竟然回答议会不理不睬，一意孤行。市长还有脸做市政报告吗？我们的议会议决了都没做，你开会从哪？你没当个报告？好，我们陈朝那议员所表达的这个意见，我们请陈朝那议员，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好，好，陈议员，我们是不是请回我们的座位？我们议事嘛，我们议员来议事厅议事，就是在我们的座位发言表达您的意见。当然，您的意见刚刚也透过我们的媒体，包括我们的实况转播已经出去了。那我们就请回到座位，让我们的议事继续议程的进行。请陈朝来议员，请回座。我们请陈朝来议员回座。那我们现在还是请赖清德市长，在您的那我们现在先休息，好，先休息10分钟之后再继续开会。
我们请各位同仁请就座。为了缓和我们的气氛，我们现在来继续进行上市大会决议案的执行情形报告。有关我们原第六次临时会会务一号案修正我们台南市议会录音管理规则草案，经过我们第七次临时大会的决议，一审查意见，将李退之议员建议之条文及蔡议会议员所提之书面修正动议条文，全案重复法规委员会再行审查，也列本案也列入我们本次定期会继续由法规委员会审查。各位同仁有没有异议？好，通过。我说我们缓和气氛，先进行我们这个议案。我刚刚在说的时候，你没有表示意见呢，我已经进行了。好，我们继续进行我们有关第三次定期大会法规议题一号案，增订台南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条文，经大会决议，依下次会再行审议，排定在我们本次定期会二三读会时继续来进行审议。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好，那通过。那接着我们是不是请我们台南市政府研讨会赵主委要来报告上次大会决议案的执行情形报告？大会主席、我们赖议长，还有各位议事议会的女士先生，市府的研讨会针对我们上一次第二届第六次的临时大会决议的情况，在这边跟大会做一些报告。在议案提案的部分呢，我们有一个绿色的本子在议员的这个桌上，待会让你。那在第一页的部分，我们有24件的提案，其中入案办理的有17件，研议中的有4件。那有涉及中央法规或者是权限的有3件，那入案办理跟研议中的提案有87.5%，那执行本府各机关的单位已经回复贵会跟各位议员在案的，也会整在第三页到第九页，也请各位议员可以参阅我们的绿色的这一本资料。那在市政府提案的部分，也请翻阅我们在绿色本的第二页，共有40件的提案，全部均照案执行。个案执行的情况会诊在第10页到第21页，也请议员参阅。那以上是研讨会针对我们上一次第二届的第六次临时大会决议案的执行情况，向大会做报告。以上。好，谢谢研讨会赵主委的报告。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没有，通过。是卢坤辉议员，请。是这样吼，我头先一直做纳闷呢。头先咱单条来议员吼，咧讲到讲全国，加只有咱台南市加税追溯到15年，就是民国90年，这部分家吼，议会啊决议拢通过讲袂当互你做安尼啊，你也无要甲阮解说。你今天你的时间报告里底也无写的。这个卢坤虎议员，啊、现在不是迁移问题的议题，你现在所提的。我们现在所提的不是迁移议题的问题。我迁移问题就是它有关于工作报告里面的一环嘛。那他还没报告啊？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口头报告呢？好啦，免搁在底下呢，就拍垮了。好，我跟你讲啦。那我们请卢坤虎议员，我们请就坐。那我们现在进行我们的税务报告案。议长，我今嘛是咧讲民生问题，有关的着咱市长伊的民生问题，我们每席议员大家都非常的关心。我们就针对我们的啊，无我权益问题嘛，搁三分钟你嘛讲我了诶。那要关讲我们有关我们的权益呀、啊。啊，权益问题，我议会议员咧做。讲话爱丢你同意安尼哦，是单位主席，是，对不对？好，哈，谢谢卢坤虎议员，你请坐哈，爱教练艺术，谢谢，是不是爱教练艺术啦？
哈，议长，议长，是不是要照你的意思？哈，现在我们继续进行。为什么？为什么也得咱全国跟咱台南市报告案？全国跟咱台南市本会追溯数年的议员加税，于105年9月19日宣誓就职，同时申请加入建设委员会。罗密会啊！本席也在10月5日赖美惠，赖美惠议员担任我们程序委员会及纪律委员会之召集人。赖美惠议员，新的委员会的名单，请各位议员担任。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异议？好，那赖美惠议员，请关掉我们卢昆鲁议员的发言灯。好，各位同仁，刚刚卢昆鲁议员有权益发言表示，那既然我们赖清德市长他的施政总报告，包括我们各的都有书面资料，那既然我们议员认为市长不用再口头补充报告，那我们是不是就请市长以书面资料这样子就好了，可以吗？好，那就通过。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赖清德市长、市府李秘书长及各位所长及主管的出席，也感谢新闻媒体朋友立位采访以及本会的出席。今天的议程到此结束，谢谢。